闯关，我挂帅。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闯关我挂帅栏目，我是刘晨，我是小山。我们节目的特色是听书答题看大戏，四名选手九道题，最后十题辨是非，闯关挂帅夺第一。闲言少叙，首先请出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你好，我姓高，高庆生，现在已经退休了。从6、7年前就学习京剧。特别喜欢，特别喜欢。那个尤其是喜欢那个杨派老生。在2012年，有幸呢给这个李雪健老师，演了一个《有你才幸福》，因为那个李雪健老师在里边演一个票友，老生，给他配的是二进宫，还有配了一段《大雪飘》。那您能不能简单就展示两句这《大雪飘》好不好？那我就试试啊。大雪飘，扑人面，说风阵阵。谢谢大家。好，唱得真好。真像李先生。不敢不敢。您的团队在哪里？要不挥手致意一下，欢迎大家到来啊。我们的口号是梨园闯关谁挂帅，你来我来，是你来我来。好，咱们马上请出第二位选手上场。打竹板响连天，高高兴兴过新年，2014是马年，骑马的扬鞭到梨园，到梨园来闯关，国粹闯关我挂帅。特别好，特别好了已经。哎，刘春哥，你刚说这个有板有眼的就打着竹板上来了，第二位就是特别好。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侯，叫侯胜斌，是首钢的退休工人。我今年刚刚满70，这是我团队。侯家军，我团队有我的工友，有我的戏友，有我的亲属。我们的口号是胜斌胜斌，勇冠三军，勇冠三军。好，马上请出第三位选手上场。您好，我是北京邮局退休的职工，我叫朱德才。我呢从小喜欢京剧，我学两句。好啊，好的，好的，好好好。老太太，你也是湖广潭州人吗？我也是湖广潭州人呐。日子说来我们是乡亲了，我们是同乡了，来来来重见一礼。嘿，真是有余味。我这学的余淑妍的18张半里都是一窟窿。这个湖广音呐，韵味十足，念得真好，余味悠长。对啊，您的味道已经传到您的队友那里去了。我们的口号是德才人家现在要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了，闪亮登场，穿着一身运动服就上来了，运动员吗？上场的气势就不一样。北京人那个血液里不是一半是绿色，一半是蓝色吗？就是把国安队服穿来了。你看看，球迷。那希望您那一半是戏迷。好，您的团队在哪儿？在这边啊。还有戴着头套的来了，你看看。欢迎四位选手和亲友团的到来，欢迎大家。我们本环节是必答题环节，这个环节呢是9道必答题，答对呢每个队可以获得一面靠旗，答错呢就没有了。那么我们每期呢都有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传奇人物伍子胥。那么伍子胥到底有多么传奇呢？让我们快来听一听梁老师梳理那点事儿。春秋时期啊，秦楚这是两个大国，
这两个国家要想永结盟好，怎么办呢？想出一个主意来。楚平王想给自己的儿子娶个儿媳妇，就娶秦国的公主孟莹为妻。这是他的心腹费无极出的主意。秦国的公主孟莹啊，是个绝代的佳人。费无极作为迎亲的使者，到秦国可就把秦国的公主孟莹，还有他的贴身使女马昭仪，两个人接回来了。路上啊，这公主和使女分别坐两乘轿子，公主孟莹坐的是金顶轿，使女马昭仪坐的是银顶轿。但这顶轿子一进了楚国的地界，费无极可就说了，楚国呀，你也都知道，在湖北，山多，这个山路崎岖啊，怕出什么意外。这样吧，公主跟使女啊，互换一顶轿子。这样呢，公主孟莹坐的就是银顶轿，贴身使女马昭仪坐的就是金顶轿。两个人把轿子换了，就这么着抬着两乘轿子进城入宫。各位，您谁也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这费无极啊，就生生的把银顶轿抬进了楚平王的寝宫，把金顶轿送到了太子米健的府上。这一来，太子米健呢，娶的就是使女马昭仪，而楚平王复纳子媳，他把秦国的公主孟莹给收了。您说这事儿办的多不地道？常言说得好啊，纸里包不住火呀。费无极生怕事情败露，就在楚平王驾前献下谗言，说您呐，得把太子往远了派，派到城府戍边，这样啊，您就高枕无忧了。楚平王听信他的谗言，就把公子米健派到了城府，随之而去的呢，还有老忠臣伍奢。到了城府两年之后，公子米健知道这件事儿了，大发雷霆，恼恨奸臣费无极。费无极生怕公子米健报复自己，怎么办？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又在楚平王驾前献下一计，您呐，把公子招回来，把他杀了，这件事儿就不会再有后果了。楚平王一想，要先杀儿子恐怕不行，有老忠臣伍奢辅佐，干脆先把伍奢召回来吧。老忠臣伍奢回到都城，就在金殿之上大骂楚平王和费无极君昏臣奸。楚平王大为恼怒，就把老忠臣掐监入狱，而且逼伍奢写下一封书信，把你的两个儿子给我召回来。大儿子伍尚回来了，二儿子伍子胥可没回来。楚平王下了一道旨意，把老忠臣伍奢、伍尚父子全家300余口是全家斩首。斩了他们还不要紧，楚平王还要斩草除根，这才派大将伍成黑前去捉拿伍子胥，引出来梨园戏文，这段就叫战樊城。
随之而来了。请看题板。题目是：丁沛向战樊城中伍子胥的录音主演是谁？时间到，请亮题板。哎，等于四位答的都是杨宝森。嗯，好了，在第一道题就出现了小山定律。那么什么是小山定律呢？老生常谈嘛，就是每个队都一样的，就肯定是对了。那么恭喜四位，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四个队，每个队可以获得一面靠旗。接下来是一道照片题，大家要认真观看，请出题板。这道题目是，请问哪一张是战樊城的剧照？好，时间到。那么这里边只有高队长和其他三位不一样，我们问一下高队长的想法。好的，嗯。因为战樊城的时候他是扎的大靠，所以他是我就选的是三。朱队长有话要说。我解释一下，这是第二张照片。这个武承鹤呢，武艺比较高，把他的家将给杀死了。之后那个武云呢打不过他，就说最后开弓放箭，所以他这个里边有一弓。哎，而且这点还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得右腿加减，这开弓放箭，这是一个特定的动作。恭喜蓝色的猴队、黄色的猪队、绿色的羊队。咱们继续听题，请看题板。这道题目是：子胥是字，请问伍子胥的名是什么？请亮题板。梁队云是吧？朱队长武云，侯队长云，高队武云。云，好，恭喜四位答对了，四个队都可以再获得靠旗面。这个云字其实既不是上口字，也不是尖团字，它就是一个多音字，这字在用在姓名当中就读云。云啊，各位都是非常有这个才学的。那么伍子胥打败了武承黑，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逃跑的一路当中都是顺利吗？种种问号，让我们在书里去寻找一下。对，马上进入梁老师书里那点事。伍子胥啊，可不是一般的人。伍子胥有能耐，当初临潼斗宝，伍子胥曾经鞭打刘展雄，文胜百里奚，五营变装，单臂力举千军鼎，那是一员豪杰之将。可现在呢，伍子胥啊一心要到吴国去啊借兵报仇，报楚平王杀父杀兄之仇。所以说伍子胥是日夜兼程赶往吴国，这一路上啊，真可以说饥餐渴饮，小行夜宿，白天躲藏，晚上赶路，跟一般的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啊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楚平王已然派人画影图形，也就是把伍子胥的画像张贴在各关津隘口，伍子胥到哪儿都得隐蔽行藏，不能叫人认出来。所以啊，白天休息躲藏起来，晚上赶路。单说这一天，伍子胥就走到了吴楚两国交界之地，这个地方名唤昭关，在现如今呢，安徽省含山县北，就是这个地名。到了这儿以后啊，伍子胥一看坏了，昭关的官吏呀盘查甚紧，那真可以说连一只苍蝇都甭想飞过去。伍子胥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哎，天无绝人之路，伍子胥啊就在这儿碰到了一个好心人，名唤东高公。东高公爱惜伍子胥，是英雄好汉，把伍子胥请到自己的家中，是徐图道无之策，慢慢商量怎么去吴国。可伍子胥心急如焚呐、哎呀，怎么样才能过得了昭关呢？七天七夜伍子胥不得安眠，到最后更是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愁白了胡子。
幸亏东高公啊还有一个好朋友，名叫黄甫纳。说到这儿呢，咱得给您交代一句，东周列国志冯梦龙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这个人物啊叫黄甫讷，这个字呢就是木讷的讷，但是在京剧舞台上还有在我们评书里都叫黄甫纳，因为这要叫黄甫讷，您说听着也别扭，我说着也不好听，所以说呢咱们还是遵照老的习惯还叫黄甫纳。黄甫纳别说够个朋友，别看跟伍子胥头一次见面也敬重伍子胥，想出一个办法来，因为他呀跟伍子胥长得有些相像，就由他扮成伍子胥的模样，伍子胥扮作黄甫纳的随从，两个人是来到昭关以下，昭关的官吏还真就上了当了，一看这不就是伍子胥吗，赶紧派人把他拿了，拿住了假伍子胥，真伍子胥趁乱之间是逃离了昭关，这就是京剧文昭关，也叫一夜白须，在这一段京剧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叫一轮明月照窗前。
王佩瑜演唱的《文昭关》的片段，请看题板。视频中一轮明月的唱腔运用了哪种演唱形式？时间到，请亮题板。高队长写的是二黄慢三眼，侯队长严派二黄三眼，朱队长写的是十三一，梁队长写的是二黄慢板。我们揭晓答案，正确答案是十三一，恭喜朱队。必须请朱队长给我们普及一下。是，给我们讲讲。刘增富先生曾经给我说过文昭关的这出戏。哦。这几盘带都是刘增富给我说的戏。实际这个腔过去叫满江红，但是因为他这个一个整个的鱼腔占了两板，对，他顿了十三次，是，所以叫十三一。其实这十三一的腔就在上天台里头。叫寡人怎舍得？滴个隆咯，滴个隆，这个跟这刚才的腔是一模一样。必须再次说。太厉害了，朱老师，您对这个唱腔果然有研究。那么伍子胥文昭关这一场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夜白了须，接下来该换胡子了，换髯口颜色了。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变换我们这个髯口的颜色呢？我们现场有三种不同的演绎方式，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观看，正确答案就在其中。马上进入后台那点事儿。困呐，愁啊！我呀，我是伍子胥，我唱的这出戏呀、叫《文昭关》啊。当然，跟您现在在舞台上看到的不一样，我这后面啊没有那帐子。哎，您就得问了，说我这一晚上愁白了头，那我这髯口在台上是怎么换的？我告诉您，我这儿啊一打背弓，哎，我这桌子底下挂了一排髯口，那儿东高公就上。东高公这上啊唱了两句，吸引您的注意力，我这儿就换上一口惨的，哎，我就变成惨的了。他那还唱，过了一会儿呢，我再换上一口，哎，我就换上这口白的了。就这样，这一天晚上呢，我这髯口就从黑的变成了白的，就这么简单。哎，您是干这个吗？啊，您会这出戏吗？啊，啊是，您是角儿，那我们这些棒角的也有尊严不是？那合着我这儿嘚吧嘚吧唱，就给您这场这当背景呢？啊，我跟您说，这点您不对，您下去，您换髯口啊是在后台换的。哟，就你这还指导我呢，我怎么换髯口？你这连髯口都没带，你还说我？我脱发。你脱发关胡子什么事儿啊？这下去，我下去下去换，真不是这里的事儿。得，您看，我说他呢，我自个儿连髯口都没带。哎呦，雪儿，您怎么到台下了？这不每次都是我拿着髯口到台上给您换吗？哎呦，您这是砸我饭碗呢！我哪干得不好？您说我改不就完了吗？下次还是我拿到台上来给您换，成吗？我谢谢您，谢谢您嘞。不是，那我这髯口到底是怎么换的呀？我拿到台上来换啊。我这桌子底下摆一排，我自己换的。您是在后台换的。我拿到台上来给您换。好了，究竟这髯口啊是怎么换的，还是您说得了。好，三种不同的换髯口的方式，那么请看题板。题目是哪种是文昭关中伍子胥换髯口的正确说法？时间到，请亮题板。恭喜四位都答对了。好，四个队可以再获得考题一面。那个刘老师，哎，那个我学习京剧时间不长，但是呢特别喜欢
洋派，我想就唱两句这个文昭关。好啊，好，咱们有请高队长。现在看看四个队的得分情况，绿队的两队长四面，黄队的朱队长五面到底，蓝队的侯队长四面，红队高队长三面。好，恭喜各位，恭喜各位。好，目前朱队长稍微领先一点。我们在现场呢是如火如荼，是。那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呢想加入到我们中间来的话呢，就请您根据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加入我们，我们在这里恭候着您。军书答题上大题，本期主题五子胥，豪杰之将，具体看将研究的专家，娱乐至上的职业律师，爱好曲艺的可爱老头，好死人了，好死人了，唱功了得的对头翻译，到底谁能最终胜出？敬请关注本期凌渊闯关我挂帅。好了，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进行嘛？您看，伍子胥啊，一夜愁白了头发，是啊，愁白了胡子。可是呢，倒便于他蒙混过关。大家伙儿，这狼客是颜色变了，大家伙儿就不认识他了，对吧？他就顺利的逃出了昭关。那么逃出昭关之后，他又遇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还是听听梁老师书里那点事儿。单说这一日，伍子胥正往前行，就听前边呐声如牛吼，抬头再一看，前面水流湍急，一条大江拦路。伍子胥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真可以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伍子胥说，这我该如何是好？到这么个时候，嘿，伍子胥这人缘来了。就在这江中啊，来了打鱼一小舟，有一个老渔夫驾一叶扁舟来到伍子胥近前，伍子胥登舟，这个老渔夫啊就把伍子胥是送过江去。伍子胥逃离了大江这一难，又进了崇山峻岭，这时候就已然到了吴国地界。伍子胥啊走的是饥肠辘辘，没吃的，肚内无食，饿呀。这时候他可不知道，这处所在山景优美，有赞为证，说山连山，山套山，山环拱抱，岭接岭，岭挨岭，岭岭相连，弯弯岭上枯藤挂，深深洞里薄云生，远望翠柏如伞盖，近看苍松似云亭，山洞窜出花斑豹，峡谷深处有狼鸣，对对黄羊来回走，双双猿猴攀树行，猛虎剪尾山林啸，崖头落下
哭就应，山峦起伏多怪样，羊肠小道少人行，怪石嶙峋天生就，悬崖峭壁高薛城，雅寺仙居峨眉镜，是千叠万转锐气生。伍子胥无心观看山景，这一进山不要紧，才要路遇浣纱女，要受一饭之恩。两行拼了临呀尘，开眼我的心难拿过，当年是啊说随之而来了，请看题板。题目是“换字”的汉字意思是什么？好，时间到，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喜”。恭喜四队，每队可以再获得一面考题。马不停蹄来看下一道，这道题目是“浣纱女在京剧中是什么行当”。时间到，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青衣。恭喜四位，掌声。好，四个队可以再获得考题一面。刚才李成素这个扮演啊，这是典型的我们说传统的正儿八经的青衣，穿黑色的，但是黑过去叫青。这个朱队长刚才说出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就是我们演员穿的这个青色的衣服，这件服装在我们后台衣箱当中，这件衣服就叫青衣。下边我唱一下这个《驴仓剑》，就是借着这后边的姜子牙无事饮钓溪的西皮原版。掌声欢迎朱先生。
此与专雄结拜以来，盘飞永而今一缕全无，只落得吹箫逃亡。姜子牙无事小山，故事也就告诉你了，鱼塘见了，嗯，见着专诸了，对不对？接下来，那么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逃到了吴国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还是听听梁老师书里那点事儿。伍子胥啊，一路坎坷到了吴国，他可没想到，这吴国呀也不消停。那位说吴国出了什么事儿了？兄弟争位。吴国现如今的大王是王僚，可是呢这王位啊应该是公子姬光的，公子姬光不服王僚，总想啊招揽奇人异士帮助自己夺取王位。说来也巧，伍子胥吹箫起誓被姬光收为门客，渐渐的伍子胥啊可就成了姬光的心腹了。姬光呢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伍子胥就向姬光推荐了一个人，就是自己在半路途中啊认识的一个勇士，名叫专诸。中国有句老话叫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这句话呢说的就是专诸。专诸最孝，讲孝顺专诸第一，后一句说的是孟尝，交朋友啊得看孟尝，孟尝居首，所以说留下这么两句话，专诸弑母最孝。一时呢可就没答应姬光和伍子胥。可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姬光和伍子胥商量出一个办法来，能要王僚的命夺取王位。什么办法呢？这王僚啊好吃，吃什么呢？吃鱼，尤其啊爱吃这红烧大鲤鱼，这是王僚一个致命的缺陷，让姬光和伍子胥抓住了。姬光就把专诸派到太湖，跟高明的厨师学习了3个月的烹鱼技巧。之后姬光跟王僚可就说了，有人呐给我送来太湖的新鲜鲤鱼一尾，我请了最好的厨师给您做这红烧鱼，您说什么也得来我这儿吃鱼。王僚也有戒心呢，知道姬光时刻觊觎自己的王位，所以说呀内穿铠甲外罩袍服，而且事先派人到姬光的府上看有没有埋伏。
一切确定，安然无恙，什么危险都没有了，王僚这才前来赴宴。席间呢，这王僚就跟姬光说，昨夜我偶得一梦，梦见我呀坐在船上，一条鱼口内闪现寒光，冲着我就来了。姬光，你说这梦主何吉凶啊？姬光一听，做梦之事您大可不信，这事儿就岔过去了。吃着吃着呢，姬光啊假称自己脚疼，起身离席。各位，这桌上可就剩下王僚了。就在这么个功夫，专诸已然捧着这位红烧大鲤鱼是走上前来。咱们一般人要端这鱼啊，横着端这盘子，鱼头在左，鱼尾在右，这么往上端。王僚啊看着这鱼，专诸呢不是这么端的，他把这盘子竖过来，鱼头冲着王僚，鱼尾冲着自己，这么端这盘子献鱼。随着王僚看着这盘子，专诸步步走近，王僚不由得欠身，怎么这么香啊，哎呀好鱼啊。等专诸走近了，王僚再一看，怎么这鱼内闪现寒光，这是怎么回事？王僚可就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做那梦了。还没容王僚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专诸端着这鱼已到近前。王僚可不知道专诸这条鱼里边暗藏一口宝剑，为什么这鱼头冲着王僚，鱼尾冲着自己，感情这剑柄就在鱼尾。说时迟那时快，再看专诸往前一递，宝剑就由打鱼嘴而出，穿透铠甲，刺死王僚。专诸刺王僚啊，就成就了专诸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的美名，可以说名传千古，也为我们留下了梨渊名段。这段就叫专诸刺王僚。
成哥，哎，我刚才听这一段里面有一个词是三更，哎，醒来不觉三更红。对，这我们常说啊，但是三更到底是现在几点呀？哦，你说三更是现在几点？嗯，三更嘛，就得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马上进入后台那点事儿。不是，你怎么还没出啊？是什么情况？等得我魂儿都泄了。哎呀，我以后没法给你刷夜了。速度慢不说，打牌太烂。现在是晚上三点，这在古代叫三更半夜，你知道吗？我去，到晚上三点了，我们连三把牌都没玩，你太磨叽了，我得方便方便去。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唉，为人莫打惊，是打惊受苦穷。风里也得去，是雨里也得行。您们呢吃晚饭，我这刚上班。人家吹了灯，是我这儿打着惊。人家把觉睡，我这儿活受罪，活受罪。哎呀，你说我干什么不好，我非得干这打更的，这也太苦了。你说这半个时辰打一次，半个时辰啊，就是现在这一个小时啊，从7点钟开始上班，我这都已经三更了，才9点钟。哎呀，真是没法干呐。哎，对呀，我看刚才那主持人就跟这挺符合的，我还比他瘦，我跟那个小山多搭呀。对，我去谈谈这事儿去。走了走了，不干这个了。找一个最爱的相爱的很爱的很爱的人来告别单身。哎呀，你说这没有女朋友怎么就这么惨呢？啊，我去。嗯，你说人家也当保安，我也当保安，哎，凭什么人家上班有车送，我就得一个人骑电动啊？哎呦，凭什么人家发微博传照片，我就一个人对着电线杆子聊半天啊？哎呀，可是你说，就我这工作的时间，到哪儿找女朋友去？这从晚上11点到现在1点了，这呀，别说连人了，连个鸟也没有啊！我到哪儿找女朋友去？哪有女孩大半夜的谈恋爱呀？哎，那儿有一女主持人，哎，我去看看。哎呀，好，我们请看题板。这道题目是。三更的正确说法是什么？好，时间到，请亮题板。绿队的梁队长，我就看你写的慢，我就想看你写的是什么。你写的慢就是因为那儿描呢，是吗？太瘦了，不好看。这个答案我稍微的满意了，太瘦了，不好看。好，正确答案是选项3，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好，四个队可以再获得考题一面。好，继续看题板。这道题目是京剧中黄色脸谱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了，放上上。老是什么呀？老是人家还有意思吗？时间到，请亮题板。绿队的梁队长，这是足球的路线吗？残暴。那字念暴啊！黄队的朱队长是凶险残暴，凶险残暴。蓝队的侯队长是奸恶，红队的高队长是性格暴躁，暴躁。我来宣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狠。不是，他们为什么鼓掌啊？对呀，你们。哪有狠呢？残暴还不狠？哎，
这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我们在脸谱上啊，这个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我们讲究红中紫笑，黑正粉老，黄狠灰贪，蓝勇绿豹。为什么你写豹？因为你绿，那这都不蓝，绿色才代表残暴，而黄嘛，而黄色往往代表是狠，所以很遗憾，四位不能算正确。这是唯一一次吧？唯一一次，没有没有一个答对。怎么长啊？我们高兴。他说：“要不我穿黄的呢？”狠，太过分了。我们看一下大家现在的分数。对，九道题答完，看看小猪的旗子。红队的高队长是六面，六面。蓝队的侯队长是七面，黄队的朱队长是八面，绿队的梁队长是七面。分数的差距并不大，但是现在领先，代表最终结果。是的，因为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十道是非题。马上进入紧张激烈的闯关那点事儿。听说答题上大题，本期主题五子棋，豪杰之将，戏曲上将，研究的专家，他娱乐至上的职业律师。爱好曲艺的可爱老头，好死人了，好死人了！唱功了得的跪求翻译，到底谁能最终胜出？敬请关注本期《名人闯关》，我挂帅。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继续收看《梨园闯关》，我瓜帅栏目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紧张激烈的闯关那点事儿。是的，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四名选手将根据之前获得靠旗的数量，站在不同高度的台阶上，在答题过程当中，是为绿色令牌，否为红色令牌。那么答对呢，可以上一级台阶；答错就要原地不动了。那么最后最先站上我们挂帅台的呢，就会成为本期的闯关成功者，可以获得 CCTV 空中剧院的纪念光碟一套。好。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黄队的朱老爷子能够顺利答对三道题，就可以闯关成功。准备好了吗？马上开始，请听题。第一题，激光是日后的吴王阖闾吗？正确答案是，请选择是的三位上一级台阶。第二题，四王僚中姬僚是勾画蓝色脸谱吗？正确答案否。请都上一级台阶。下一题，浣纱女给伍子胥吃的是面条吗？正确答案否。恭喜黄队朱老挂帅成功。成功。同时也感谢其他三位的参与，谢谢你们。恭喜朱队长，您闯关成功了。我们为您准备了奖品，就是 CCTV 空中剧院的纪念光碟一套。哎，您说两句您的获奖感言吧。是。说实话，非常的感谢中央电视台十一频道《梨园闯关我挂帅》这个节目，谢谢您给我们一个展现的机会，希望交到很多朋友，是希望诸位，我们以后能够交流，一起探讨。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诚邀社会各界戏迷朋友们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是的，是的，如果您想在我们的舞台上一展风采，并且您是了解戏曲、喜欢戏曲，并且呢像朱老一样想交到更多的朋友的话呢，欢迎您按照屏幕下方的报名方式加入我们，我们在这里等待着您。好，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国粹，国粹真可爱，梨园闯关我挂帅，谢谢大家。